你干什么？。啊，坐。啊，胡总，今天龙川老师会来吗？他今天有事儿，所以来不了了。今天周二，您公司的人不上班？哦，我这儿才刚装修好，人呀都还没有搬进来啊。那我下次再来吧。我是龙川老师的粉丝，来参加面试也是想有机会见他一面。哎，先别着急嘛，啊，只要你进了公司，以后想见他的机会多的是，何必在乎这一天两天呢？对不对？来，坐，啊，先坐啊。我一会儿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那你干什么？不看看这工作环境再走啊？放开我！哎呀，年轻人，我告诉你，做人做事你要学会审时度势。放开我！只有这样啊，以后的路才能走得更轻松啊！我。现在解约，我们不光要考虑临时换挡造成的损失，还会得罪到电视台以及谈好的广告商。喂，顾南庄，你快点来接我！青青，我现在有点忙，你自己打个车好吗？好吧。喂。南州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要不让小川送你去趟医院？不用了。那你回去早点休息吧。好。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用了。我送你回去吧，明天你就在家好好休息一天。最近你太辛苦了。谢谢你啊，南州，今天真是辛苦你了。没事。静璇。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我头有点晕，麻烦你等一下回去开慢一点。